最能干的事。就让我来做吧。菩萨让俺老孙保一个和尚去西天取经，不会是你吧？应该不是。小和尚，人性的恶佛都灭不了，凭你。阿弥陀佛。急什么？先跟他们玩玩。来吧。我这么萌，你还揍我呀？住手！我杀他之妖，不需要你管。圣僧，救我！你我缘尽于此。走！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。切！空啊！